看看媳妇儿把小孩哄睡了吗？进去看看，半天不听见动静了，应该睡了。小可心这么可爱呢？我看看，睡着的小可爱更可爱了。你看这小脸蛋儿，水嫩水嫩的，可爱吧？你洗我点手。走，出去不给他闹睡着了。走，出去过段时间了，走。走了，出去嗑个瓜子儿，吃个水果，看个电视，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么一会儿啊，吃雪糕啊！等了，快快快！我以为吃瓜子儿，吃个瓜，嗑个瓜子儿，看个电视呢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哪？我去了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你。你不睡觉了吗？什么情况？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啊？我睡了。你没睡觉啊？你不睡觉，你装着呢。那半天在干什么？啊？没睡觉。你没睡着啊？你这个小孩儿。你不睡觉，你干什么？你出来干什么？快回睡觉来。嗯，我要睡觉。快！我跟你妈妈好不容易过二人世界，你出来捣乱。几点了？你还不睡觉？你出来干什么？快睡觉。刚才在装啊，装睡啊！你坑我呢你！你不睡觉，我怎么跟你编？过人世界啊，快点！聊说说知心话什么的，跟着睡。嗯、啊。那个大电灯泡子，你不睡我去睡去了。你俩过人世界吧，真的是。你跟爸爸在这过人世界吧，我去睡觉了。行。我哄了一晚上，我他妈哄了20分钟，你在那坑我。走了。海晨，我不想跟你过，你出去吧，睡觉了吧。你去吧。你去吧。我自己来过。你自己过。啊。你不睡了。啊。那我去睡了哈。啊。行。是吧。你，那你睡沙发吧。没有，我自己来过。行。我走了哈。啊。你在睡觉吧，关灯了我哈。啊，关吧。啊。关吧。走，咱去过二人世界了，咱俩先去睡，你把它扔沙发上。走。外边一个大电灯泡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电灯泡。小电灯泡睡着了。算了，关灯睡觉吧。啊。过什么二人世界了？